好嘞，那大哥呢？啊？大哥呢？那个卖了。我说大哥呢？哦，上班呢。有三个，那一个卖掉了是不？你放地上跑跑，我看看。这个你打几针疫苗了？打三针。他家狗放心吧。打完了哈。你胖又死过来，哪是公哪是母？这个是母，那个是公，没出来过就看，这是出来撒尿了还是干啥嘞？这肉球哈，你看看，这个是母吧？这个是母，这个母怪好看嘞。眼睛大。我看这个公，这公体型稍微大一点，哟，也行。本来这一窝有三条，然后咱自己那时候他打两针的时候，我就定下来了。因为这个母的最好看，哎，这个公的还行，这公的你抱一下行吗？行，好的。家里边现在还有出我的吗？还有一个小公。还有小公。打两针了。嗯。不打三针不卖，怪好嘞。对，打了。我看看这脸，就是你家的狗就是稍微有点泪痕，狗是品质是可以，就是稍微有点泪痕，咱实话实说，你咋能把泪痕能啥时候能？能去掉呗，这屋里就看不出来，在外面看出来那个啥的，俺没，你看长那么大没洗过澡，没洗过澡，就是你看这稍微有点裂痕，要没有裂痕话多好。他是吃的还是你老公都有裂痕啊？俺老公没有，他就是吃的。吃的，吃的好的都是了，就缺是不是缺营养？我看摸的怪胖，怪硬，就是。泪痕有点啥了，影响美观，价钱这一方面也会影响的。你那个公的拿出来看看行吗？那个小公的。啊，对，你给我拿个制箱的吧，我没带笼子。没有制箱的。没有制箱的，我咋带走啊？三针疫苗了，家的狗狗都是两针疫苗都不往外卖，最好了。这大哥家的狗是最好了，你发哪里咱都不怕。除非感冒发热，这样咱看不出来啊。细小和犬瘟是绝对没有的，还有冠状病毒是绝对没有。这个小那个母的，比较漂亮哈、啊。咱定了得有十来天了。哦，这小狗没事。啊。这个类型呢，这个哎，这个小，先打两针了没事。打两针了。这都是啥系列啊，大姐，你知道吧？这都啥系列？什么胎系了，又是啥系？这是？你也不懂？我不大懂。你不大懂？哎呀，这一拿头不让抬了，这给个狐狸啊！这个小。这小，这能长多大？这个？这个它母狗就小，母狗就那么大一点，二斤多。这个呢？这个、能长几斤啊？这三针疫苗都打完了，这个能长几斤？这个也就是一只，我也不是那个能长三斤多。这个现在得有几斤？行行行，你给我找个纸箱子呗，我都把钱给大哥了，你往哪走？拿个纸箱子啊。好嘞，不让进去，他家质量你放心吧。那不打完三针疫苗，人家不发，不让买走，不让带走，怕狗狗出了问题。哎呀，看这小母，这小母好，风大啊，今天天凉快啊，就是稍微有点泪痕，其他的没啥缺点。脸像回来越长越好看，长得小的时候，我以前养过一个博美，小的时候也比较难看。长大之后是越长越好看，纯种的博美都这样。咱让他拿个纸箱子来哈，等一下哈。